不行，我得找个人帮我顶一下。找谁？大姐夫。哎，别，别老找人家大姐夫，大姐夫也挺不容易的。大姐夫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大姐夫，哎，我顺风，对对，我现在就在停车场呢。啊，新车买回来了，我第一个得让你先看看呀。什么？哎，二米粒是我媳妇儿，咱俩是连桥，咱俩亲如兄弟呀。啊，快来吧，快来吧啊！哎呀，好好好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摩托车是违停啊，这是，怎么停这儿了呢？你说，停哪儿不好？哎呦我的车呀！哎呦我这媳妇儿。师傅，师傅，大姐夫。哎呦，哎呦，这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看这车怎么样？新车买回来了啊！哎呦，好不好？好，刘先生啊，刘先生，这车，哎呀，不错，大姐夫，哎，好好看看这个车的前脸啊，哎呀，不错，前脸很基本，刘先生，好好看看这个车的前脸，来，大姐夫，不是师傅，前脸我看过了，我想看看后边，这看什么后边啊？这个看车跟看人一样啊，你得看人家脸，老看人家屁股，人家能高兴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姐夫，哎，车钥匙什么意思啊？上车感受感受，感受。哎呀，不行，师傅，你这新车，你刚给二米买的，二米还没上去呢，我先上去不合适。二米粒是我老婆，咱俩是连桥，咱俩亲如兄弟呀。哎，上车。哎呀，感受。哎呀，哎，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来，这我这待遇高啊！哎呀，感受。那我上来。哎，上车，好，对溜。哎呦，哎，好嘞。哎呦，师傅，怎么样？好，感受一下方向盘啊！感受一下方向盘，感受。不合适，你这新车二米还没把这方向盘呢，我先把不合适。二米是我媳妇儿。咱俩是连桥，咱俩亲如兄弟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感受一下。哎呦，好不好？驾驶感很好。打火，不合适。你这新车二米还没打火呢，我先打火不合适。二米是我老婆。咱俩是连桥，咱俩亲如兄弟。点火！哎呀，师傅，我太激动了啊！点火！我打火啊！感受一下发动机。呦，师傅，非常强劲啊！好吧，马力非常强劲、啊。好的，大姐夫，哎，我给你拍个照片啊。哎呀，不合适，你新车二米还没拍呢，我先拍。来，这边。好了，哎呀，哎呦，这就好办了，哎呀，太好，哎呀，好，来，熄火，下车，啊，这怎么就下车了呢？出示你的驾驶证。我没带驾驶证，我这没带驾驶证你开车？我没开呀，开没开？你听听，我就是让你感受一下，我没让你撞车呀。什么？看看车屁股，老想看屁股，看吧。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怎么弄的？这叫一块漆呀？这是？有这么大块漆、啊？这什么时候碰的呀？这新车？还什么时候碰的？你上车，你刚刚就给碰了吗？我也没动啊，我怎么可能碰呢？你当就碰了吗？你胡说！你什么车呀？你喷气式汽车呀？多大马力也能把摩托车给刺坏喽？坏了，百密一疏啊！刚才让他倒就好了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姐夫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对不起啊，这车是我碰的。你碰的，你干嘛说我碰的呀？你了解呀、啊，我媳妇儿二米粒那是个驴脾气啊，她要知道新车我就给她碰了，她不得炖了我呀？大姐夫，钱顺风，你缺德不缺德？不是你可真行啊！你又让我给你顶这缸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你坑我是不是？你是大姐，干什么呀，顺风啊？一年365天，你天天坑我呀你啊？啊？你让街坊邻居说说，可这一个人坑啊？
大姐夫没合适的呀。大姐夫，你看啊，啊，我这孩子还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想看着我的儿子健康长大呢，你就帮我顶一下呗。不管你的事。大姐夫，干啥？咱俩是连桥，咱俩亲兄弟啊！你说你的生命中要是没有了我，你说你活着也没有什么乐趣啊！你说呢？哎，哎，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，就证明了我们两个的兄弟情。你拉倒，有你这样兄弟，我都活不长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一会儿二米粒来了，你就说你碰的，你帮我顶一下就行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出发。哎呀，大姐夫来了！哎呀，提我来了是吗？是是是。二米啊，二米啊！我的爱情，我二米，去看看车屁股去，快快快！看什么车屁股啊？一点经验都没有。怎么的？那看车就跟看人一样，谁不看脸呢？谁老往屁股上盯啊？不是，我是让你看看后备箱，老大了。对对对，我得看看后备箱。对。哎呀，我这东西多。哎。钱志峰，哎，那眼珠子是出气儿的吗？啊，这么大摩托车没看着，往人上边怼，这掉这么大一块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算了。算了吧，媳妇儿，走走走吧。什么玩意儿就算了，什么玩意儿就算了。新车我还没上手，就是二手的就算了，给我个完美的解释。大姐夫，哎，你说呢？那个二米啊，我说就算了吧。哎、啊，哎，你不能算了呀，你得承认呐，你得为了我呀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。二米啊。啊。那个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车是我撞的。哎呀。我撞的，你撞的，对，大姐夫撞的。闭嘴，没问你，大姐夫你撞的吗？啊，那个大姐夫刚才一不小心把他撞了一下，那个你看我撞的像吗？啊，我撞的像不像？不是，大姐夫，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前峰又让你帮他顶缸呢？没有，没有，你看，大姐夫撞的时候这有照片。大姐夫。完了，你过不去了，你。没事儿，撞都撞了，不想心里去。没事。哎，哎，不是大姐夫，你命真好，你。这，二米呀、啊。啊。大姐夫就欣赏你这点儿，你就让人有一种重生的感觉。我跟你说。哎呦我的！行了行了，媳妇儿，既然没事，咱回家吃饭吧。谢谢大姐夫，走走走。哎，不不不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吃饭。咱把人家摩托车碰了，咱是不是得等一下那个摩托车主啊？哎，对呀。没事，回头再说吧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得给人家说一声，咱怎么也得等人家来。你把人家车碰了，你不得跟人说一声？你让他知道了，跟咱有什么？那也不能就那么走了，那成啥了？都别动！没。看见没有？这就是肇事现场啊！啊？谁呀？谁呀？我们董事长小舅子海龙。哦，海龙，对对对对，这小子平时游手好闲的。哎，这可不好。可不嘛，在咱们这个小区啊、哎、他平时就乱倒垃圾，乱停车上，太不是东西了。这点跟你特别像。对，跟我一样样。什么叫跟我一样样的？哎哎，别拍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干嘛呀？谁撞的？不是，你是车主。别说话。谁撞的？哦，你听我跟你别说话。谁撞的？我撞的。哎呀，赵经理啊，我以为你一辈子都不会犯错呢，没想到你还会撞秦元阳。哎呀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赔钱。行行行行，嘚瑟啥嘚瑟你？大姐夫，你不用害怕，可摩托车嘛，能赔多少钱？我赔。钱顺风干得漂亮。你。我就稀罕你这种没事管闲事的这股劲儿，就喜欢你这种没事刚往上冲的这股劲儿。冲还是不冲啊？冲啊！大姐夫都自个儿家人。行了，你刚才放心，顶头。哎哎哎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摩托车违章停车啊！这物业赵副经理在呢。来来来，赵副经理，哎，他违章停车，应该怎么处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地方不让停摩托车，只能停汽车，咱们物业规定的，对吧？像这种事情要严肃的批评，而且要认真批评。听见没有？严肃批评，认真批评。哎，要是因此碰了他的车，怎么处理？那该赔还得赔。对，我该赔就得赔。不是，
你哪伙的？不是顺风，这跟哪伙不哪伙没关系，对吧？一是一，二是二，该怎么着怎么着。咱确实给人家碰了，咱应该给人家赔。你碰了，你赔赔赔，你不赔吧？你也得赔。你怎么赔？认了是吧？这样，我先给你们普及一下啊，让你们见识见识啊。见识啥？这来车呀？对，看着没有？百度给你们查完了 啊，限量版手工打造啊，经典中的传奇啊，传承历史的杰作啊，多少钱我就不说出来吓唬你们了啊。至于修呢，我得把它运回到原产地手工修复啊，赔多少钱自个儿合计。大姐夫，你抖什么呀？你看来他这车比咱这车值钱啊！钱顺风啊，瞅你那死出，咱有保险，咱怕他啥？对，保险，真有意思。哎，我这是新车，还没上保险呢，还没上。钱顺风，你能干啥啊？你能干啥？哎呀！你们别紧张啊！我这个人呢，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不差钱。这么着，让那个赵刚子给我道个歉啊，这个事儿就算完事儿，好不好？等会儿，大姐。哎，你那意思是我大姐夫撞了你的摩托车？哎，不用赔钱啊？不用，道个歉就行啊？对，哎呦，赵刚子。整天说人家游手好闲，哎呀，还说人家跟我一样样的，确实一样，我们两个都有高尚的人格。道歉，道个歉，咱不用赔钱，要不就赔钱。没事，那个海龙啊，那个这次确实是我做的不对哈，我把你这车碰了，在这跟你好好道个歉哈。哎，那个什么，这个事儿不用道歉。啊！我说的是啥事儿呢？上次我倒垃圾，你说我乱倒啊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就这么点小事儿啊，批评了我两个多小时。这个事儿道歉。这个事儿可不能道歉，对吧？你乱倒垃圾的事就得批评你，那道什么歉呢？不是，怎么不能道歉？不就是乱倒个垃圾吗？倒垃圾能给他道歉吗？批评他不对吗？垃圾和摩托车怎么比？那不行，那是一码是一码。你道歉完了不用赔钱，赔钱。那行，那我给上次批评你这事儿，我给你道个歉，是吧？这个批评的时间有点长，对吧？下次再出现这种事儿的时候，我少批评5分钟，好吧？给你道个歉，啊！等会儿，什么批评时间有点长，少批评5分钟啊？你就不应该批评我。对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，怎么就不应该批评你呢？哎呀，你乱倒垃圾的事儿不应该批评你吗？哎呀，赔钱！哎呀，哎呀，大姐夫，就是你给人道歉能咋的呀？啊！再说那车不你撞的吗？就是，是吧？是，哎，道歉。那行，那个海龙啊。我给你道个歉，好吧？那个倒垃圾的事儿，上次批评你不对，好吧？给你道歉了。行，好了，这事儿算过去了啊。还有个事儿，还有事儿。哎，前两天我开车停在咱们小区的消防通道了啊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批评了我整整一个月啊，见我一次批评一次，见我一次批评一次啊，整得我都不敢回家了啊。这个事儿，道歉。你给我站好了啊。你嘚瑟什么？你嘚瑟！我站好，我就看你一下，跟办事不随似的你。给你道歉，凭什么给你道歉？怎么不能批评你？批评太少了！哎呀，道歉！道什么歉呢？倒垃圾都能道歉，这停个车有什么了不起？道个歉呗。那能是赔钱吗？怎么不是一个事？别吵吵！我跟你说啊，他把那个车老停在那个消防通道那儿，那能行吗？万一要是发生了火灾，消防车进不来，人命关天的事情，那开什么玩笑？给他道歉，顺风。哎。拿出点男人的气概来！我来了，赔他钱，赔钱，上去吧，赔钱。那行，你说吧，多少钱？哎呀，这个数80啊！这家把你嘚瑟的，这家给俺们吓的。老公，给他100，那20不用找了。好嘞，80万。你要吃人呐！我你嘚瑟什么玩意儿？大姐夫还没嘚瑟呢。
大姐夫呀，80万你不哆嗦呀？我反应有点慢。反应慢不慢都得80万，这个车就是80万。不是，商量商量，商量商量。哎哎，商量商量。什么车？什么车？80万？这个，80万，这个80万啊？哪有那么贵呀？这车提车也就30万。啊啊，30万？哎，这么着啊，80万一辆啊，有几辆我要几辆。来来来，我整来。这你说的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整来来来，我看看。哎，我这正好有一辆，卖你了。来，拿钱。搁哪儿啊？哎，来80万，快拿着。哎，咋了？这车是你的呀？这要不还是你的呀？不是，我这……哎哎，那个大哥，那什么，他们给你车撞了啊，赶紧让他们赔钱。那什么，我先走了，你站住，站住！那不是你的车啊？我没说是我的，那个这个车是我的。哎呀！咱这会儿跟我们叭叭半天，还让我大姐夫给你道歉，凭什么给你道歉呢？对，我得先走。你别，你别走，你过来，把车推过来，推过来。好家伙，不是你的车呀？我真以为是他的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关于你乱倒垃圾那个事儿，你回头到物业去，我重新批评你一回。不是，不批评完了吗？那不行，刚才我跟你道歉了，所以前面批评的就不算了，重新批评你2个小时，知道吧？另外，这自行车是你的是吧？啊，谁让你停这儿的？好的。啊，咱们物业3令5申，这个地方不让停自行车，只能停汽车。为什么停这儿啊？你这样，你现在马上骑自行车到物业等我，好吧？我对你进行严肃的批评。另外，通知一下你的家属，把晚饭送过来。送晚饭干啥呀？因为批评的时间很长，去吧，到物业等我去。这不是什么玩意儿？该呀，太不像话！这不吃饱撑的吗？这不是气死我！张经理，张总，这谁撞？你撞的呀？那个我，那个对，那我大姐夫撞的。哎呀，你没事儿，我刚才看了一眼，我这摩托车结实，啥事儿没有，是吗？把你那车撞了，掉一块漆。哎呦，你放心，没关系，这个拉我修理厂去，我全给你修了。哎呀，不用，好好。明天我就开过去。好嘞，师傅。哎，哎呀，张总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把您这车碰一下。那个，另外呢，我还得提醒一下您啊。您看，咱们这个地方啊，只能停汽车，这是汽车的停车位，自行车、摩托车什么都不能停这儿。赵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今天有点急事儿，上楼去拿个东西，我就马上就走。我下回肯定不在这儿停了，我给你道歉。哎呦呦，给我道歉，师傅。哎，你看看是。这就是品质。张总啊，哎，你的为人我太了解了，您说这话我相信。这刚才确实是挺危险的，您看您这个摩托车停在这儿，顺风刚买的新车，不知道他一打啪就把谁你刚才说谁？顺风啊，我是不是多说了一句话呀？你一直在多说话。到底谁撞的？二米啊！啊，你看某些人哆嗦的程度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钱顺风，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毛病啊？啊，别嘚瑟了，能你嘚瑟回家嘚瑟去。二米，大姐夫，哎，救命啊！媳妇儿，这怎么了？你这个不行，那个。别，那个我说错了，那个车是我撞的，跟顺风没关系。艾米丽啊，你手下留情啊，这不怪钱顺风，那是我骑着摩托车撞的他。